谁告诉我，那传说搅动了世界漩涡，迷雾模糊你的轮廓，记忆侵扰我，提醒我如何放下这承诺，谁告诉我沉默人魂魄反复着我，谁必须落落没有抉择，命运谁把握无法承诺，闪躲迷惑不幸依然热火，全村上下我们绕了一圈，就你这一家挂牌的民宿，你对当地的环境是非常熟悉的。彭森他们去哪儿了，会遇到什么危险，你这个当地人能不知道？十分抱歉，警察先生，我非常想配合您的工作，我也真的警告过他们不要进沙漠，但他们不听，一定要去，我真的拦不了。你接待过那么多去百慕坡的探险队员，沙漠里有什么你会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祖辈们传言说沙漠里有神明，不希望被打扰，但依然有人打扰触怒他们，所以这些人都会遭到报应。至于他们在沙漠里遇到了什么，我就真的不清楚了。你少在这给我装蒜，一旦让我查出来你有什么情况隐瞒、知情不报，你就等着进局子吧。等你找到证据再来光临。请回答好，我很忙。这样路会不会有点太慢了？你别废话，快点！哎呀，我不行了，跑不动了！别急了，不要命了！老板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我腿都抽筋了！我跟你讲，还好我练过，要被那些人咬了，我是真完了。老板，我早跟你讲了，女朋友不在这儿，你非来这儿，来什么沙漠城堡？我就应该去二眼洞窟的啊！你看看现在，我说，你这个臭脾气，你真应该改一改。别到时候人找不着，人命搭进去就不值得了。你的意思，明知道来这里没有结果，去二眼洞窟就一定有结果吗？当然了，去二眼洞窟才是我们应该去的嘛，我早告诉你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二眼洞窟的存在？为什么一定要去二眼洞窟？因为我知道二眼洞窟有一个巨大的秘密。你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因为答不上来了吧。啊！我说二位，二位又怎么了？我说啊，这出戏节奏感不错嘛。
挖个坑等着猎物自己找上门，猎物掉进坑跑出来还责怪猎物。现在猎人都喜欢玩这样的花招吗？你说什么跟什么呀？什么猎物跑进坑里了？林奇失踪之后，为什么这么巧你的机车摆在我面前？为什么这么巧你要去百慕镇，而林奇也去了百慕镇？为什么这么巧你偏偏要来找我穆奇旅费？幻觉了，原来应该是这样。怪不得来这儿的人不是疯了就是失踪了，有这块布我们就可以顺利进入尔野洞窟了。继续走吧，走起来。把他们抓起来，送上车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别动，再动我就开枪了。放开我！你有本事打我呀，你打呀，你敢吗？胡月，月月，放心，这是麻醉枪。可是你们要是再不听话的话，我可就真对你们不客气了。我们抓起来。你就让我进去看一眼吧，我就想进去看看，看看我爸爸。我答应你们，我再也不逃了，我再也不逃了。我看看，我就看一眼，我就跟你们回去。我就看一眼，我看我爸爸。胡月，胡月。解开！把他们都解开吧。阿姨好。妈，我找到了尔野洞窟，而且破解了洞窟外的幻觉之谜，他们可以作证的。到底在演哪出戏啊？确实。我有问你吗？这里没你们的事了。你们都先出去吧。还我手机！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明天跟我回家吧。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我爸？为什么？我不管你们什么情况，马上去治安局报警。我们在沙漠城堡遇到了一群浑身腐烂的人，就像活死人一样，会疯狂攻击人，非常危险。我知道。妈，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林奇呢？林奇到底在哪儿？王老板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这我早就跟你说了嘛，这胡月他不是那种人。你太固执了，你根本听不进去我在说什么。你刚才你也看见了啊，他们家巨有钱，下辈子都花不完。是这样的，胡月儿在没出生之前，他爸爸去尔眼洞窟做科考，结果失踪了。你等胡月儿长大之后就想去找。哎呦，真的快烦死了！没有恐怖吗？走！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去啊你？情报会战，哎呦，快得了吧，不能男女朋友吵架。等等，
走向让夫人一放，哎，不是，哎，这给我退！哎，帮我换个登记牌，快！好的。TD317，已经停止登记了。哎，还有一分钟呢。都说了已经停止登记了，你听不懂吗？ 如果你不给我换登机牌，我就投诉你上班时间玩手游。你，哎，快！谢谢啊。这头等舱就是不一样啊，休息室还有按摩椅坐啊。你这张嘴能不能歇会儿啊？让我静一静。哎呀，你说说，在24小时之前。 我还以为咱们死定了，真没想到现在竟然还能坐在按摩椅上，跟做梦一样。啊，好好休息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就登机了。就不能让我先换身衣服吗？我觉得你这身挺好看的。 这还好看呢，哎呦，好不容易单独出来一趟，搞得这么狼狈。喂，师哥，你到机场了吗？倩倩，我马上要登机了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现在跟阿金正在去警察局的路上，我帮你查了一下，琪姐的航班会比你早一个小时到滨海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尽可能的帮你拖住这一个小时，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啦。留住林奇啊。 赶上了！你赶紧和陈安琪男人谈，不能让他走。哎，好嘞。琪姐，你不能走，你如果走了，我师哥怎么办？他们为了你连命都不要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请你们让开。你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要把人给我杀了！让开！我偏不。琪姐，你如果真的不下来，那你就不要怪我了。 怎么可能？在你走之前的几个小时，你们还商量要去蜜月，怎么可能说分手就分手？在你失踪之后，我师哥每天都在找你，而且琪姐，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，就这样吧。哦，不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就回家说。别围观了啊，都散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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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，散了吧啊，好了好了。琪琪，我刚下飞机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师哥，他现在就在车上，你跟他说吧。林奇，是我，彭森。 你为什么要走啊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啊！你跟我说清楚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都说三年之痛，七年之痒，人是有疲惫期。像你这么优秀，有那么多诱惑，我也能理解，真的。再恩爱的夫妻也会经历坎坷和挫折的。所以，我相信你心里还有我，对吗？你心里对他的感情只是一时的，对吗？啊！ 对不起，请你不要再说了。我不要你的对不起，林奇，你到底想清楚没有？你刚认识他几天，他到底哪里吸引你了？或者说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？为什么？你到底在逃避什么？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，请你出去。哎，师哥，你冷静点。哎，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把你的电脑给砸了。
辛苦了。累死我了！你不知道蔡尚宇怎么了？有完没完？你给我三天时间准备，我会带你去个地方，之后我就不再打扰你了。我尊重你的决定，我知道你去意已决，但我只想给我们这段感情画上个圆满的句号，我不想给我们任何人留下任何的遗憾。我会把我曾经对你的承诺，在这三天里兑现，这也是你以前期待已久的，好吗？好。侯公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嘴笨就不要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你帮我个忙好吗？师哥，你说，我一定做到。我已经发给你了。我回来了，哎，月儿，我先去休息了。哎，你过来，过来先坐下，跟我聊会儿天儿。过来，你干嘛去了？哎呀，就是那个蒲荣森，他失恋了，我去劝劝他。你认识他很久了？没有啊，才认识一个月吧。才一个月，你就这么关心人家？妈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虽然才认识一个月，但是也算是生死之交吧，所以失恋了我去劝劝也是应该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以后啊离他远点儿。